早晨，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四，欢迎收看香港早晨。早晨梁海宁，早晨黄玉文。今天依然会几好阳光，是啊，不过都还是几干燥下的，预测是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跟住睇下今朝早的重点新闻。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德蒙特今日將會到議會發表演說，外界關注係咪表決獨立議案。肯尼亞今日重選總統，反對派呼籲民眾杯葛並發動公民抗命，支持者上街抗議。習近平率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亮相，他說中國發展進入新時代，要有新氣象、新作為。詳細新聞內容，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商討對策，回應中央政府計劃接管加泰自治區。自治區主席普伊格德蒙特今日將會在加泰議會全體會議發表演說，外界關注是否會表決獨立議案。自治區政府副主席認為宣布獨立勢在必行。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和中央政府頻臨決裂，在首府巴塞羅那的政府總部外面，幾百名學生星期三集會，促請自治區政府盡快宣布獨立。但自治區政府面臨被中央政府撤換，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夜晚召開內閣緊急會議，多位內閣官員出席商討應對中央政府的方案。加泰地方議會星期四夜晚將會召開全體會議，普伊格德蒙特到時會發表演說，各方關注是否會表決獨立議案，宣布成立加泰羅尼亞共和國。會議召開前夕，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洪克拉斯接受美聯社專訪，說他所屬的加泰羅尼亞共和國左翼黨正是著手籌備成立加泰共和國。這個政黨和普伊格德蒙特所屬的政黨組成目前少數派自治區政府，外界認為意味著自治區政府很大機會在今日宣布獨立。洪克拉斯亦都表明，加泰羅尼亞人民在月初公投已經表達清晰的獨立意向，自治區政府獲得民意授權，獨立勢在必行。面對西班牙中央政府打壓，自治區政府亦都有必要採取措施保護加泰人民的自由和權利。與此同時，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三亦都在參議院交代引用憲法接管加泰自治權的決定，他重申接管自治權是恢復加泰秩序的唯一可行辦法，亦都期望在撤換自治區官員和重選地方議會之後，能夠盡快恢復地方秩序。參議院預計將會在星期五表決接管加泰自治權的方案。在西班牙參議院的加泰政黨代表星期三宣布入禀憲法法院，他們質疑拉霍伊的做法違憲，希望能夠借此暫緩表決，阻止中央政府接管加泰自治區。無線電視記者黃振陽報導。西班牙馬德里警方拘捕一個男人，說他涉嫌在網上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傳極端思想，招攬聖戰分子。馬德里警方當地星期三清晨突擊搜查市內一棟住宅大廈，朝早檢走證物，將涉案的52歲男人帶返警署調查。內政部公布，疑犯是伊斯蘭國的網絡士兵，負責在互聯網宣傳伊斯蘭國的極端思想，招攬和訓練新成員，並且曾經發布影片煽動民眾發動恐怖襲擊。疑犯亦都曾經同阿爾蓋達組織有聯繫，因為涉及發動美國紐約911襲擊的控罪入獄9年，在2011年獲釋。北韓外交官員說，外界應該認真看待北韓可能在太平洋核試的言論。北韓外長李用浩早前說，領袖金正恩準備了超強措施應對美國威脅，可能是在太平洋試爆輕彈。北韓外交官員李勇拔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訪問的時候說，李用浩非常清楚領袖金正恩的意向，外界應該按字面理解李用浩的說話。另外，北韓駐聯合國大使去信聯合國安理會，要求緊急開會商討。美國和南韓今個月中在朝鮮半島聯合軍演，批評軍演是向北韓發動戰爭的準備，加劇朝鮮半島緊張局勢。肯尼亞今日重選總統，反對派領袖奧廷加呼籲民眾杯葛並且發動公民抗命。
首都內羅畢和反對派據點都有奧廷加的支持者上街抗議，警察以催淚彈驅趕。從選舉行前一日，大批反對派領袖奧廷加的支持者在首都內羅畢一個貧民窟示威，部分人焚燒車胎佔據路面，警察發射催淚彈驅趕。另一個反對派據點西南部城市基蘇木同樣有大批奧廷加的支持者上街示威。肯尼亞8月舉行總統大選，總統肯亞塔原本勝出連任，不過反對派說選舉舞弊，入禀最高法院，最終裁定選舉無效，安排今日重選。不過反對派說選舉委員會沿用原班人馬，也都沒有作出任何改善措施防止舞弊，奧廷加決定退選。最高法院原本星期三審理要求延遲重選的訴訟，不過7個法官只有2個人出庭，聆訊最終取消。其中一個法官的司機之前一日被槍傷，反對派質疑有人企圖威嚇法官。奧廷加批評競逐連任的總統肯亞塔企圖透過操控選舉將國家推向獨裁統治。他號召民眾杯葛選舉並且發動公民抗命，但呼籲支持者不要捲入衝突。肯亞塔就呼籲選民投票，又說已經在全國加強部署警力，希望選舉和平順利進行，展現國家團結。無線電視記者陳敏婷報導。回來本港，北大嶼山公路有私家車失事，四個人受傷，涉事的私家車翻側，車頭毀爛，擋風玻璃飛脫，警員封鎖一條行車線調查。夜晚10點幾，私家車沿北大嶼山公路行駛，至到小濠灣附近，懷疑失控撞向石壁之後翻側，車上面4個男人受傷需要送院，現場交通一度擠塞。中共19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會，習近平連任總書記，其他6名常委分別是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沪寧、趙樂際和韓正。詹前榮在北京報導。連任中共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近平率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和中外記者會面。現在我向大家介紹一下當選的其他6位常委同志：李克強同志、栗戰書同志、汪洋同志、王沪寧同志、趙樂際同志、韓正同志。我們一定恪盡職守，勤勉工作，不辱使命，不負重托。其中王沪寧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趙樂際就擔任中紀委書記。習近平在發言中展述未來發展的藍圖。去年是改革開放40年，他說中國會繼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而去到2019年，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將落實好13五規劃，並對未來作出新的規劃。到了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我们将举全党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021年是中共建党的100周年，会继续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
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却都邀请记者多到中国走走。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正所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已经正式换届，咁佢哋嘅任期为期系5年，去到2022年。至于政府方面，就要等到出年3月两会嘅时候先至会换届。无线电视记者张哲荣喺北京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19大全体代表。会面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总书记习近平入场的时候，2700多名19大党代表和列席人员报以热烈的掌声。19大主席团多个退休领导人也都跟随入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温家宝等。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亦都有出席。紐約股市下跌，道指同標指跌幅7星期以嚟最大。金沙中國話澳門市場持續復甦，轉頭翻嚟會有詳細報導。早晨，紐約股市下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曾經跌近200點，同標準普爾500指數都錄得7星期以嚟最大跌幅。收市道指跌112點，報23329點；標普500指數跌11點，報2557點。部分公司季度業績欠佳，包括有特殊開支和收入少過市場預期。加上美國國債孳息率上升，美股受到影響，各類股份普遍下跌。有報道說總統特朗普仍然考慮給聯邦儲備局主席耶倫連任，消息影響國債息率升幅收窄，大市收復部分失地。道指上日創新高之後回落，曾經跌至23200點的水平，下午早段最多跌190點，收市同標普500指數都是跌近0.5%，是上個月5號以來最大跌幅。運動鞋生產商耐克盈利預測樂觀，股價升2.8%，是表現最好道指成分股。飛機製造商波音跌2.8%，是跌幅最大道指成分股。美國電話電報跌近4%。在科技股方面，晶片股超微半導體跌13%。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6563點，跌34點。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琪報導。在美國買賣的港股預託證券造價普遍低過本港收市價。匯豐控股收市跌到76.77，比本港收市升7仙。中國移動78.39跌1仙。中國石油股份4.95跌2仙。中國海洋石油10.05跌0.1仙。中國石油化工5.67冇升跌。騰訊控股349.18跌2.82。中國人壽25.14跌0.06仙。長和99.88跌2.02仙，港交所218.33跌1.67，聯想集團4.53跌2仙。金沙中國上季經調整後，物業經營現金日利按年升近4%，超過6.5億美元，係超過3年以嚟表現最好季度。收入淨額升24%至4億美元左右，總收益淨額升12%，超過19億美元。金沙話：澳門市場持續復甦，公司中場同貴賓廳收入都跑贏大市。由於睇好繼續有增長前景，宣布投資超過11億美元喺澳門半島項目，同時擴建同裝修露氹金沙城中心同四季酒店，改名為倫敦人。喺呢個綜合度假村項目加入倫敦地標，同時加建一棟酒店，提供近300間客房。預計工程出年第二季開始，需要2年左右。美元匯價下跌，美匯指數在93水平偏軟。美國耐用品訂單和新住宅銷售遠超預期，但未能夠支持美元上升。分析員說投資者獲利回吐，歐洲中央銀行星期四開會，
市場預期會宣布開始每月減少購買資產。歐元受支持，英國經濟增長加快，加息預期升溫，支持英鎊對美元升至超過一星期以來最高。加拿大中央銀行就加息取態審慎，加元受影響，對美元觸及三個月以來的最低。看看美元最新匯價，日元113.67，英鎊1.3258，瑞士法郎0.9895，歐元1.1812，加拿大元1.2793，澳元0.7701，港元7.8038。港元匯價每百日元6.8641，歐元9.2178，英鎊10.3447，瑞士法郎7.8842。加拿大元6.0996，澳元6.0097，新西蘭元5.3737，每百港元人民幣85.05。原油價格個別發展，美國原油全量上星期出乎意料回升，影響油價下跌。美段跌勢減弱，倫敦期油最終更加倒升。紐約期油結束連續三個交易日嘅升勢，以每桶52.18美元收市，跌29美仙。倫敦期油連升第二日，收市報58.44美元，係上個月25號以嚟最高，升11美仙。美國能源部公布原油庫存上星期增加856,000桶，是五個星期以來第一次增加。市場預期減少258,000桶，汽油存量減少546,500桶，蒸馏油存量減少5,246,000桶，減幅都是大過預期。歐洲主要股市下跌，受企業業績欠佳所影響。英國股市結束連續三個交易日升勢，跌超過1%，至三個幾星期以來的最低。英鎊匯價上升，下個月加息預期升溫亦都係利淡因素。倫敦富時100指數跌79點，法國同德國股市亦都結束連續三日升勢，巴黎股市跌19點，德國股市跌59點。美國國庫債券價格下跌，主要係受經濟數據好過預期所影響。兩年期國債孳息率觸及9年以來最高，十年期債息觸及7個月以來最高。有報道話，總統特朗普仍然考慮俾聯邦儲備局主席耶倫連任，咁消息支持債市收復部分失地。兩年期國債孳息率係報1.598%，十年期報2.435%，三十年期長債報2.944%。金價先跌後升，受惠於美元匯價下跌。有報道話，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傾向支持貨幣政策取態較鷹派的學者泰勒擔任聯儲局主席。金價早段受影響，觸及2.5星期以來最低。紐約期金現每安士1,279美元收市，升70美仙。倫敦黃金賣出係報1,277.84美元。美國耐用品訂單連升第二個月，升幅遠超預期。上月耐用品整體訂單升2.2%，高過市場預期的1%，扣除運輸設備訂單升0.7%，升幅同樣高過預期，扣除國防設備升幅收窄至2%。新屋銷售升近19%，是1992年一月以來最大升幅，以年率計銷售升至667,000戶，是接近10年以來最高，市場預期跌至555,000戶。其他消息，物理學家愛因斯坦95年之前在日本東京簡單寫下對快樂生活的看法，兩張字條在耶路撒冷拍賣，合共以180萬美金，折合超過1,000多萬的港幣高價成交。到底兩張紙寫了什麼呢？一起來看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至今仍然為科學家帶來啟發，原來他對什麼是快樂同樣有自己一套哲學。時光翻翻到1922年，愛因斯坦到東京演講，啱啱被通知將會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當時一個日本信差到他入住的帝國酒店送信俾佢。愛因斯坦手頭上啱啱冇散紙，又唔想信差空手而回，於是隨手用酒店便條紙簡單寫低對快樂生活嘅睇法，送俾佢。其中一張用德文寫上恬靜簡朴的生活比營營役役追求成功更為快樂，另一張就寫上有志者事竟成。拍賣行說愛因斯坦當時想到自己將會獲獎，就跟信差說
叫佢好好保存呢兩張紙，話唔定將來嘅價值會比一般小費更加值錢。結果愛因斯坦又講中咗。Thank you。喺近一百年之後，兩張字條果然變得有價有市。喺耶路撒冷拍賣，最後一共以$1,800,000，折合超過1,400,000港元高價成交。雖然愛因斯坦嘅快樂論唔具科學價值，但可能留低更大思考空間。無線電視記者方遠明報導。跟住社評摘要，交俾你羅玉文。好啊，經濟日報社評：中共十九大人事底定，習思想亦都寫入黨章。總書記習近平的政治威信直逼毛澤東和鄧小平，有利去除好像楊鳳音維等挺進改革的障礙，但仍然需要克服內外的主要矛盾，才可以朝強國目標大步走。信報社評：優者上，庸者下，劣者汰，這個是習近平曾經說的用人準則。十九大既然已經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遵從程度比美毛澤東和鄧小平，意味著要由毛澤東建國和鄧小平富國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達成習近平強國的目標。這樣以習近平為核心的執政團隊怎樣擇優汰劣，將會是成敗關鍵。會議大廈公用部分業主是有責任一起管理的，當法團商議重要事項時，業主應親身出席和投票，保障自己的權益。管理大廈要積極，攜手參與齊得益。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七。北京阴转多云，17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放。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简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次节目大约需要12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告。201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2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所谓确认的话，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并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做了重要讲话。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丁薛祥、习近平、王晨、王沪宁、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克强、李鸿忠、杨洁篪、杨小渡、汪洋、张又强、陈曦、陈全国、陈敏尔、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声琨、黄坤明、立法会大会下就开始处理议案，在讨论一地两检无约束力议案之前，先有银行业修订条例草案首读委员会委员，按照程序唔使辩论，之后交由内务委员会处理。当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刘仪祥动议议读之后，非建制派议员嘅朱海迪发言，佢引用议事规则第54条第四款，动议唔将草案交俾内务委员会，直接由大会审议。主席梁君彦暂停会议研究点样处理，个几钟头之后先续会。中央书记处书记朱海迪议员、王沪宁、丁薛祥、杨小渡、令到每名议员可以就呢项动议发言15分钟。黄坤明、尤权。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主席习近平、副主席许其亮、张又侠、委员魏凤和、李作腾、苗华、张生民。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赵乐际、副书记杨小渡、张生民、刘金国、杨小超、李书磊、徐令义、肖培、陈小江。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洪金、白少康、刘金国、李书磊、杨小超、杨小渡、肖培、周嘉怡、张生民、张春生、陈小江、陈超英、赵乐际、侯凯、江信志、洛源、徐令义、林基、崔鹏。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昨天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同采访中共十九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请听录音新闻。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采制央广记者侯燕、马闯。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华灯璀璨，气氛热烈，500多名中外记者早早来到这里，准备第一时间向全球报道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首次集体亮相。11:54，习近平等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大厅，神采奕奕，面带微笑，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致意。在中共十九大新闻发言人果阵做简要介绍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向记者朋友们表示问候。这一次来了许多记者朋友，一些是远道而来。我了解啊，你们对大会做了许多的报道，很充分的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的关注，大家辛苦，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习近平表示，大会开幕以来，有165个国家、452个主要政党发来855份贺电贺信，其中有814份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和重要组织机构领导人发来的。在此，我仅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习近平说。在刚才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对我的肯定，更是鞭策和激励。习近平向大家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后，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表示一定恪尽职守，勤勉工作，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习近平说，过去的五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已经完成了，有的还要接着做下去。中共十九大又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我们要统筹抓好落实。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特朗普话佢嘅竞选团队被民主党谋略，涉嫌私通俄罗斯，而家佢哋就深受其害。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辟，这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时间的节点，是我们工作的坐标。习近平指出，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生活实现的小康逐步富裕起来了。我们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的改革，坚定不移的扩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习近平表示，2019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将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惠及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我们将继续落实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并对未来发展做出新的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我们将举全党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坚信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习近平说，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
就要有打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我们要永保撑不着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积累。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基础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蓬勃力量。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中国人民自信自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将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习近平最后欢迎世界各国记者来中国多走走、多看看。所以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继续关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的发展变化，更加全面的了解和报道。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正所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有清气满乾坤。国民党不但没有招架之力，而且当国民党没了这个资源之后，国民党就很难再维系。央广记者刘慧敏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丁薛祥、马凯、王晨、刘鹤、刘延东、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建国、李鸿忠、李元朝、杨洁篪、杨小渡、张幼霞、陈曦、陈全国、陈敏尔、范长龙、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尤权、杨晶、杜清林、刘奇宝、张春贤、孟建柱、郭金龙、赵宏柱参加了会见。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集体一堂，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气氛。2700多名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汇聚在这里，着装整齐，精神饱满，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候李广同志到来。下午4:00，习近平等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向大家挥手致意，走到代表们面前，同前几排同志亲切握手，不时互动交流，向他们问好。
代表们纷纷向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致意，送上热情的问候。大厅内真情涌动，暖意融融，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参加会见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的简历。习近平同志简历：习近平，男，汉族，1953年6月生，陕西富平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69到1975年，陕西省延川县文安义公社梁家河大队知青、党支部书记。1975到1979年，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1979到1982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1982到1983年，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1983到1985年，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正定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5到1988年，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1988到1990年，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0到1993年，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3到1995年，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5到1996年，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6到1999年，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1999到2000年，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2000到2002年，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1998到2002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2002到2002年，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2002到2003年，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2003到2007年，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2007到2007年，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2007到200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2008到201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2010到2012年，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2012到2013年，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2013年起，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16届、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18届、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11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7届五中全会增补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8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12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克强同志简历。李克强，男，汉族，1955年7月生，安徽定远人。1974年3月参加工作，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法律系和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1974到1976年，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林大队知青。1976到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1978到1982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校学生会负责人。1982到1983年，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常委。1983到1983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1983到1985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5到1993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期间，1991年9月到1991年11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3到1998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1988到1994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98到1999年，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1999到2002年，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2002到2003年，河南省委书记、省长。2003到2004年，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4到2005年，辽宁省委书记。2005到2007年，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到200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2008到2013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2013年起，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第15届、16届、17届、18届、19届中央委员。17届、18届、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8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娇妻妻妾。列战书重置潜力。列战书，男，汉族，1950年八月生，河北平山人。1972年12月参加工作，197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河北师范大学夜大学政教系毕业，在职大学学历，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1971到1972年，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财贸学校物价专业学习。1972到1976年，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商业局办公室干事、副主任。1976到1983年。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办公室资料科干事、科长。期间1980到1983年，河北师范大学夜大学政教系学习。1983到1985年，河北省无极县委书记。1985到1986年，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86到1990年，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期间1988年2月到1988年8月，中央党校党建理论培训班学习。1990到1993年，河北省承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93到1997年，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1992到1994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专业学习。1997到1998年，河北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98到2000年，陕西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1996到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商业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课程班学习。2000到2002年，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2到2002年，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2到2003年，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到2004年，黑龙江省委副书记。2004到2007年，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期间2005到2007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7到2008年，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8到2010年，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2010到2012年，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到2012年，中央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长级。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到2014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2014到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2017年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第16届、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届、19届中央委员，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汪洋同志简历：汪洋，男，汉族，1955年3月生，安徽宿州人，1972年6月参加工作。197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1972到1976年，安徽省宿县地区食品厂工人、车间负责人。
1976到1979年，安徽省宿县地区五七干校教员、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1979到1980年，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0到1981年，安徽省宿县地委党校教员。1981到1982年，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1982到1983年，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1983到1984年，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到1987年，安徽省体委副主任、党总副书记。上一回我又同大家介紹咗喺南宋晚期喺北方嘅忠義軍首領李全嘅故事啊。咁呢個李全號稱忠義軍，咁但係最後落得個不忠不義嘅下場。佢最後背叛南宋，發兵南侵，咁結果咧兵敗身死。但係呢個結果對於南宋嚟講啊，就並唔係一個幾高興嘅結果。事關呢一支軍隊咧，本來可以係南宋好得力嘅幫手嚟嘅，結果變咗自己嘅敵人。在對外政策方面，南宋可以說是進退失步，而更加攞命的是，在這個時候北方的蒙古越來越強大了。在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開始大舉西征，這次西征在歷史上刻刻有名的，歷史總共有7年那麼長，攻擊範圍極其那麼廣，大就要有大的樣，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征服了西域各国之后，不能有任何蒙古的势力呢，一直扩张到中亚。咁本来成吉思汗都未想我将继续征服一切，点不知中亚嘅大国巴剌子乔将呢，就擅杀蒙古使者，搞到成吉思汗发起烂渣上嚟咧，就发动大军嚟进攻。咁一段啊，大家讀《射雕英雄傳》咧，你應該都睇過啦。不過淨係喺攻打巴剌子模嘅嗰啲戰爭裏邊立下大功。咁喺征服咗巴剌子模同埋附近嘅小國之後啊，成吉思汗又派大將出北台去征服亞美尼亞同格魯吉亞等地方。跟住咧，又遇過高加索山脈，打敗咗幾乎大軍出動嘅俄斯國島。呢一次西征啊，可謂所向披靡啦。咁喺西征翻嚟之後啊，成吉思汗就集中力量攻打西夏，咁佢唔破嘅。如果向宋國借路咧，宋國同金國係世仇，一定會應承嘅。咁我哋就可以直取大梁啦。金兵喺潼關雖然人多啊，但係千里赴聯必定係人馬疲弊，我哋一定可以打敗佢嘅。但成吉思汗咧就未讀過兵書㗎嚇，但係可以講係一個天才嘅戰略家。他留下的这个滅金的战略呢，可謂深谋远虑就行之有效了。咁在成吉思汗死了4年之后，亦就是公元1231年，蒙古继任的大汗窝阔陀呢，就依照成吉思汗的计策，他就兵分两路去攻打金国的都城汴梁，一路呢由窝阔陀统领从黄河的北岸发动进攻，另一路呢由拖雷统领，就借道南宋的汉中，兜过唐州和邓州，直取汴梁城。不过窝阔陀呢个计划出咗啲问题啦，咩回事呢？原来啊，蒙古派使者同宋江商量借路的事，点知南宋嘅将领张先呢，俾咗蒙古使者杀死咗，拖雷发起烂渣上嚟咧。就挥军攻入大散关，直破凤州，围攻兴元，打到南宋一扑一碌。冇几耐之后啊，拖罗攻破饶峰关，直接向汴京挺进啦。咁呢一下呢，就唔使借路啦，直头抢条路嚟行。虽然同呢个预定计划有少少出入吓，咁但系蒙古大军呢，亦都形成对汴京嘅合围之势。咁当其时窝阔陀嘅部队去到汴京附近嘅时候呢，金国当时嘅皇帝金哀宗啊，就命令邓州嘅首相袁仁合达率10多万大军增援。呢一支军队赶头赶命赶到汴京嘅时间呢，
忽然间后面出现了蒙古军队，来就正是拖雷率领的扰动南宋的大军。拖雷追住金国军队，吴亚塔达又赶住电击增援，无心点战且战且走。胡不知这个时候，忽然间骆驼系选，神智到底带领七一七，结果被拖雷的蒙古军队追到上嚟，围住佢猛咁打。拖雷呢又好精噶啦。 佢就知道金兵未附近嘅军州呢，就只有卅几里路嘅啫，所以啊，佢就围住三边，单单放开军州方向，结果金兵俾蒙古军打到头都晕晒，就翻向军州嗰边就走啦噃。一下子呢就阵营大乱啦，而呢个时候啊，窝阔台都派军队过嚟增援，两路大军合击之下呢，金兵啊真系顶唔住啦，结果全军覆没，悬崖合弹呢，系亦都战死沙场。